载歌载舞欢乐的气氛下，坐在轮椅上的长辈也卖力地跟着打拍子。流行歌曲唱得好，打起鼓来也是有模有样。台南安平记忆保养班走出教室，到安养院和长辈互动。在这个岁末的时候，办些活动，大家都开心了。用心、爱心去照顾他的心情跟他的病情，也就是有点帮助啊。抽签抽到唱歌，长辈大方表演，大家融合成一片。游戏中彼此的距离更近，看见不一样的人生。这些长者他们很幸福啊，所以我们也带来这个安养院这边，让他来跟这些长者一起来互动，让他们觉得哎，他们是幸福的一群。那伊啊，他去到这老东西，大家拢要要安尼，会惊会走安尼，真欢喜。舞狮的快节奏让快乐急速上升，长辈们彼此相知相惜，也期盼爱的队伍像舞狮一样越接越长。大爱新闻潘玉珍、郑瑞平，台南报道。